哎，要教你们如何去做出各年进口值统计图，对不对？好，空白地方点一下。请问一下，各年，统计各年的进口统计，你觉得这么多种图哪一种最合适？我应该这么说，哪一种图最一目了然？答案是那个群组直跳图。所以来第一，请点这个群组直跳图。群组直跳图完毕之后呢，我是不是要去画各年？所以各年，所以请点选进口日期。这等一下我再解释，因为这边不是还有什么西元年、民国年，为什么不是点它呢？我是点这个进口日期。各年的什么进口值？所以第三是不是勾选值？然后请勾选那个前面的小方格，可以吗？好，请问他现在画出来的是什么？他现在画出来的是进口日期。进口日期，我们的单位是不是月？月知道吗？比如说，那个2011年1月、2011年2月、2011年3月、4月，以此类推。好，所以请问这张图看得懂吗？可以吗？